奥胡博士这次是应外贸协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，今天他向300多位我国从事外交的业者和厂商用法文发表了一个小时的专题演讲。奥胡博士今天演讲的内容包括法国对外贸易的特征、法国对外贸易的演变、法国对外贸易的联系机构以及对外销售产品的选择，跟法国从事贸易应该注意的事项。